他们也都是外国人。好，讲专线咁对，专线有房拢有得卖，有没有？他们听到这一句话，哦，这大错特错，哦，台湾人讲啊朗朗上口。要讲什么？哦，台湾国，台湾不是国，所以袂使讲台湾国，袂使讲安尼啦，专台湾，专岛，无好听啊，你。啊，就拢拍个倒去啊！是拍迄个保龄球啊，全倒啊！讲全台湾得啊，哎，你台湾是一个地理名词啊，哈 ，OK， 好，过来，哦，咱讲啊，我去大陆佚佗，咁对，哎，来讲中国问题，因为你讲啊，我去大陆佚佗，我会奇怪，你来甲。外国人安尼讲，伊会想讲，嘿，啊，那你只是对一个大陆，北美洲大陆，还是南美洲大陆，还是欧洲大陆、非洲大陆、澳洲大陆、亚洲大陆，啊，你只是对一个大陆佚佗，好、哦，对无？啊，你若讲大陆，啊，咱做方讲小岛嘞，啊，必然的输伊啊，对无？爱讲啥？中国嘛，好、哦，好，过来，先得。爱讲啥？台一线，台一线对，哎，台一线对啊，哎，没有错。台湾台湾开几啊条啦？有台九线、台三线，好，好，因为。是日本人开第一条台线吼，所以咱来听讲话做台线。我即个咧讲纵贯线吼，台线就对啊吼。因为讲省都，我车嘛是爱加油，才有外省，无加油才会走吼。所以高速公路单单，嘿，你嘛错误啦嘿，啊嘛。当然，咱若回到日本国时的国道就 OK 啊。现在不是，因为台湾也不是国家。美国国务卿讲的，鲍威尔讲，台湾不是国家，中华民国也不是国家。啊、所以讲国道这是暂时用的啦，哈、哦。啊，一定话个人先福利位，哦，迄大错特错。福利位，你都卖限速嘛？你若福利位在德国，迄唔开讲无限速的，你。在你吹，你无当吹到三百，对你吹。嘿，啊，佮你写福利位。你来讲 highway 了，较差不多吼，快高速公路 highway。啊，你写福利位是无拼无动的呢，拼无限制。你要塞三百，我紧；你要塞百五嘛，我紧。过来，偷渡客，应该讲啥？对啊，对，爱讲偷渡犯法对。你若偷渡客可以成立吼，安尼就非法移民也算了，可是比较法律名词的吼，那一般拢讲偷渡犯啊，因为你要入来人一个国家，你要经过通关嘛，还有国境管制嘛，海港口有海关啊，飞机场嘛有海关，那个海关就是查验你的证照，看你是否经过合法程序申请我们的签证，我靠你入来。啊！你无签证就家己，为吼因，1990年代迄阵，拢为平潭个福建外海有一个上大个岛叫做平潭岛，拢为了坐迄阵啊，为新竹南寮伊港起来，啊无为屏东东港那边放了遐登陆起来个，偷渡起来。我掠着就讲哇，搁掠着几个偷渡客，啊，今来来会当用犯法来用偷渡客哦，啊安尼。小偷拢来到恁家摕物件，你看到啊，小偷客你来哦、喔，安尼哦，人客啊，当作人客安尼嘛。嘿，啊，若刑事犯拢甲讲，叫做刑事客，杀人迄种刑事客，讲袂通吼，就爱讲叫做偷渡犯吼，犯罪吼，非法入境就是侵犯他另外一个国家的国法嘛，吼，他的边境管制嘛，吼。都是非法移民啊，对了啊。
好，咱来分听讲，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所讲，2004年十月二五，哦，伊讲台湾甲中华民国拢毋是国家，吼，哦，这是前国务卿鲍威尔，这个第一次波湾战争1991年的吼，迄个科威特，伊拉克去占科威特，啊，伊指挥这个部队去甲拍倒转的吼。伊讲中华民国不是国家，台湾也不是国家，台湾不享有国家主权，哦，对。啊，这包括国务卿这做甲遮大，吼，哦，等于这是一个美国的外交部长嘛，等于咱的部，咱即摆所讲的外交部长啊。其实台湾是美国境外的国内，拄啊像琉球同款，琉球是日本的境外的国内，哈，哦。因为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用国他们在国内定了一个台湾关系法，无堪咱台湾人参详，他们的参众院自己就拟定台湾关系法，自己通过，哦，参众院佮高票通过，啊，免来台湾实施嘛，免来甲咱台湾人讲，就进行实施台湾关系法的台湾，哦，啊，这就是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只是他把这个管辖治理权委托台湾治理当局代理中，哈，哦，啊，这个台湾治理当局是台湾关系法里面说下来，因为为什么会定台湾关系法，就是因为美国跟中华民国在1979年1月1号断交，去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哎呀，我要砸掉。所以，伊这个台湾治理当局伫美国台湾关系法伊内底原文内底伊是加复数，比如以及其他吼，可以接替的治理当局们，是复数 ，authorities 吼，哦，是复数哦。所以我们现在的台湾民政府，就是准备要接替这个台湾治理当局。好，国家有认定标准，那我们来看哪几个认定标准？有四个，第一个要有领土，第二个要有人口，第三个要有政府，第四个要有外交权。好，那我们来看台湾国有没有领土？潘姐，这块土地的，这是日本天皇的，所以台湾国没有领土。哎，台湾有，台湾国有没有人口？台湾人一堆，他也无人口。反正你摕出来身份证拢是中华民国国民，啊，其实咱的潜在国籍大日本帝国的臣民，唔是台湾国的人吼，哦。有啊，阮有政府即摆咧甲阮管啊，反正迄个叫做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唔是台湾国政府啊，哦，所以麻烦政府。啊，有啊，阮有含23个小朋友，国家有外交官咧。啊，即摆搁动一个，迄个最近动叫啥物？三字个，我用想袂起来吼。啊，干皮啊，嘿。啊，即摆剩22个。歹势，你甲伊个建交公报提出来看，拢是中华民国外交部出去甲人签，毋是你台湾公个外交部去甲人签。所以，嘛无外交权，即世人拢无。台湾那是国家，绝对毋是吼。哦即卖讲，哇，哦啊，咱拢拜关公妈祖，所以咱拢是中国人。啊，咱拢用汉字，所以咱拢是中国人。好，那即条拜关公拜妈祖，就是中国人，安尼好。安尼台湾即卖有拜耶稣的吼，信耶稣的，拢以色列人，拢美国人。啊，那信释迦牟尼佛的，拢印度还是泰国的。啊，咱拢用汉字，所以拢是中国人。嗯，啊，迄阵韩国人嘛是还用汉字啊，因为较早首都叫做汉城，即摆改做首尔。哦，啊，因为变中国人。啊，日本即摆嘛还咧用汉字，头拄啊靖国神社四字拢嘛是汉字，啊，迄拢中国人，哦，袂通，哦。啊，那安尼菲律宾拢用英语，拢即摆拢用英语，因为官方语言拢英语。安尼菲律宾是拢美国人嘛，哦，
所以咱要用逻辑来推理哈。OK， 好，啊是安怎咱来成立台湾民政府？我来做一个简单的解，我就以琉球做例，我拄好我有讲过，因为当初美军去占领琉球，日本人拢讲日语，啊美国人拢讲英语，第一语言就袂通啊，过来开车。美国人很多都看咱这个台湾人啊，很多在倒边。日本车、日本人伊很多都在这边。啊，因是左边去，日本人右边回来。哦，包括咱这摆铁路，你的你摆迄个高铁，也是台铁，拢是往北左边去，右边回来。啊，你若美国人，你看分离啊，啊来到这，啊我美国人是右边去，左边回，啊开着拢小路。啊，两个唯一个未通，啊，就真火咧。所以美国若占领一个所在，绝对伫爱迄个所在，赶紧找一挂亲美当地人来做一个政府来管因家己。因琉球民政府本身有三权，有立法、行政、司法，共款有。但是因所立的法。爱送予美国军政府审核，爱看，OK， 无啥物损害，就我美国的军政府利益 ，OK， 你来实施。但是实施当中有发现讲，这条有损，即马有损害到我美国军政府利益，伊有最高权力或者高权，可以把这个法条删除掉，哦，禁止实施，好，啊，咱来介绍2006年抗美案啊，咱秘书长啊，伫站的就是提出抗美案啊，然后咱提出了因，甲咱收件，迄阵秘书长就讲讲，咱赢一半，我问讲是安怎，甲咱收件，咱就赢一半，哪有遐好？伊讲，咱过对啊，咱的方向对啊，安怎？伊甲咱收件代表啥？伊对台湾有司法的管辖权，那既然有司法管辖权，其他都拢有啊，吼、哦，台湾真正都拢是美军的管辖啊，所以前啊，美国对中华民国，伊的代理人安尼指指点点，说三道四，什么都要美国说了才算数，吼、哦，就是咱方向也对啊，伊敢咧收件咱来看，好，一直到经过法庭的公判十几届，伫2008年3月18日。伊个联邦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方法院判定本土台湾人无国籍啦，哦 ，People of Taiwan， 这个 People of Taiwan 是本土台湾人，啊啦 ，People on Taiwan 就是住在台湾上面的人，台湾关系法里面所讲的就是 People on Taiwan， 所以台湾关系法。对中国人也有保护着，伊只要你住伫台湾偏哦，顶管土地的人，拢叫做 people on Taiwan， 拢受到台湾关系法的保护。那么旧金山合约所讲的是 people of Taiwan， 是保护加拿大本土台湾人，所以咱以后被要求讲，美国爱把台湾关系法悬置起来，爱回到旧金山和平条约。袂使，因中国人来遮甲你糟蹋，佫想予你美国甲你报复。啊，咱我拄仔讲个，85迄个时间点，原日本国籍之台湾人，还有他的后代子孙啊。到2009年，我咱佫上图，啊，这个四月七日，美国哥伦比亚特区的联邦高等法院判决。台湾人无国，第一个当然是追认本土台湾人无国籍，还有台湾人无国籍普遍承认的政府，好、哦，过来台湾人生活在政治联系当中，啊、哦，这都看阿扁也讲的差不多，啊，我关较细间啦，我感觉1.38坪偌济，啊，恁关的伫外口较大间安尼，拢总是许中华民国甲你关入进来的，咱早期。35年前较开始有咧开放观光，无以前台湾人要出国困难，吼、哦。除非讲你留学，
还是外国，哦，你都有特殊的技术，外国要甲你请你去做特殊的技术人员，还是做翻译，你才有法度出国，吼。好，啊，以欧美即卖标准来看咱台湾，因认为咱台湾人要被锁绑掉了，被控制，被监视，被监听。我们心中虽然在已经戒严了，戒严二十几年了，但是心中还有一个小警钟，你要讲话拢爱想讲，我安尼讲会有国民党掠去袂？吼，拢会自我限缩。吼，等于咱像咱咧二十年前，咱咧看中国，哦，中国足无自由的，中国真正是迄个共产党甲关伫咧铁幕内底。啊嘛，拄仔像讲咱即摆咧看韩北韩，迄个金日日，吼，金正恩。金正日因只爸仔囝吼，只孙安尼拢总甲白白关伫较大间个北韩共款吼，啊，但是北韩人不觉得呢。咱安尼互管，安尼互糟蹋做奴隶，互中国人甲咱当做奴隶，咱是认真拍拼。伊讲叫咱拼命就拼命，拼命拼命交税金互伊咧开，吼，啊，所以台湾真正是报道，咱安尼。国民党来台湾，把咱歪六十八档啊，歪还袂倒呢，真正是报倒吼。台湾人真正做戆牛，安尼做六十八档，介侪人无醒来。好，到2009年七月七日，咱去上诉联邦的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后壁无得提啊，地方法院会当提予高等法院，高等法院判了讲，哦，我干呐只判到这三项。剩个吼，爱去最高法院去判，到最高法院无得好提啊！啊，这是头一届，咱台湾人向美日太平洋战争的征服者美国，伊个联邦最高法院依照国际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以及美国宪法提出的告诉啊，为安尼来看吼。这是会使讲破天荒，会当告伊到最高法院。啊，咱告伊到最高法院，伊受理换美国的被告的代表国务院行列。所以本案被告美国政府代表国务院马上在过不外久，吼，无靠一个宣布放弃抗辩权。哦，啊，这代志大条。伊放弃抗辩权的意思是讲，在以美国法律来讲，被告美国政府放弃抗辩权，表示。原告，我们全体不能让你啊，在原告对美国政府所有的告诉的叙述以及法理的见解全属正确，美国国务院全部确认，那个各种供人对，他已经无为何供，所以他马上宣布放弃抗辩权。好，所以。那个联邦的最高法院就宣布暂时搁置本案待审，因为最高法院也知道我们告美国这一桩事情其实是一个政治案件，但是政治的问题就不是司法部门的权限。那么行政部门如果没有准备好，哦，美国的国防部没有在台湾附近布下重兵。或者演练军事演练弄好了，武器设备都安装好了。好比说我们新竹乐山有一个雷达站，那等一下会应该会讲到。这些还有要等我们台湾民政委要训练有4000个储备干部准备接受政权，这个都没有准备好，那一下子就宣判台湾是美国的军事占领地。哇，第一个阿强阿跳开，如果跟美国擦枪走火，啊，剪开，啊，美国还没有准备好，那打起来，美国可能会损失惨重。那如果美国各种军事的部署都部署好了，哎，你要打 ，OK 来了，好，所以他就搁置本案待审，就是等两边都准备好了，那么。这个时间应该就今年哦，年中，啊，秘书长讲说大概8月份的时候，大概就会揭晓啊，美军就会进驻台湾。
那个美国最高法院宣布搁置本案，要美国政府对本土台湾人60多年来的诸多行政不再抗辩，表示全部确认。法院要求经过行政部门要正确行事，要依照旧金山和平的条约来规定来行事啊。就是我们要回到旧金山和平条约这个历史原点哈。好，然后在2010年的7月4号，经过协商，台湾民政府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挂牌运作。注意看，为什么是7月4号？这个菲律宾在1946年7月4号，在美国的协助之下，让菲律宾独立建国成功，所以菲律宾的国庆日是跟美国的国庆日同一天。好，那你看我们台湾民政府，美国要求我们那一天去那边挂牌运作，啊，这个也有很有意思的意涵哈。好，然后9月8号双方协调，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世纪饭店举行庆祝酒会，美国的国务院、国防部。国安部、司法部都有派员出席，那时候他们有到100位，我们大概有80位，双方共襄盛举。好，这就是世纪饭里面我们参加的人员啊，这是我们的主席，是我们的主席。那个世纪大饭店是很有历史的哈，从美国立国以来，有一些重大的事件要发布。通常会找这个饭店来那个举行国际记者会啊，所以这个饭店非常有名，而且这个饭店很有政治性，你要去那边办酒会办什么，要经过他们的部门核准啊，不是可以你一些阿萨布鲁的说要来这边办酒会就可以让你去办啊，如果没有行政部门的推荐可能很难。而且注意看，他是在9月8号那天办。哎，9月8号是什么日子？就是旧金山合约，1951年9月8号在旧金山签署，有51个国家签署啊，那一天啊。所以在美国选日子都很有意涵。就是我们都是在美国的协助之下，依照他的意思、他的指示，我们是跟着美国的那个指令。一步一卡眼的点哈，他说他叫我们哪一天去办什么事，就我们就哪一天去。好，这个因为时间关系，我可能有些地就给他跳过去了哈。好，我们有完成台湾公民权利法案啊，我们有送到那个美国啊报备，就我们送去，我们送了30次才通过，第一次送去。不到几天就被退回来，第二次我们修正以后再送去，那一个礼拜又被退回来，到第三次送去他才说啊差不多完备了，就所以我们就送交那个参议院委员会通过台湾公民权利法，呈请我们的主席公布实施，然后我们就依照这个，我们是依照这个公民权利法，我们有这个法源，所以我们才可以发台湾民政府、台湾政府的台湾的身份证哈。好，好，那2011年的12月20号到23日，我们组织150位台湾的政府内阁去日本的靖国神社去祭拜，这里面有放了200多万的日本人。替日本天皇战死的这些英灵的牌位，那我们台湾人有39,100万。那么我们这些人在那边拍了一个纪念照，这个是他的前殿，一般日本人只有到这个前殿，就是拍2个手啊，鞠一个躬，就算祭拜完成就掉头走了。那我们是被邀请用政府的规格。我们被请到内那个中殿，啊，就先在旁边等待，到中殿跳战舞，啊，然后读那个祭文，然后又到最里面的内殿，
去祭拜，这个是政府的规格啊。那韩国也有一些，当时日本跟韩国是并合，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经过旧金山和平条约，才让韩国独立。韩国独立以后，他们就把他们韩国的一些移民就请回去了，就跟他独立了嘛，就可能等于跟日本国切断关系。那我们为什么还放在里面？就是我们跟大日本帝国还联系着，没有切断了，我们还不是一个台湾国。如果我们是台湾国，这些移民我们就要赢回来，哦，所以为什么高金素梅说要去把它赢回来？日本政府不同意，哦，说你是来乱的，这些都是我的臣民，替我日本天皇战死的，不是替你们中华民国战死的。好，那日本皇帝首次出现日本国旗，还有台湾民政府的旗帜，哈，这个刚刚有看过哈，这破天荒好几百年。来，通通只有这个日王旗可以进去皇宫。从2011年12月23号开始，我们每年都去，每年都跑到最前面。你注意看，天王他们家族就在这里啊，王后还有他的儿子媳妇。那我们很前面呢，我们只有在皇族的家臣啊，还有他们有一个尊皇派。我们就只有在尊皇派的后面，尊皇派的人大概100多位，后面就是我们台湾民政府。你看我们排的多尊，所以我第一年哦，2011年去，我很惊讶哦，我们可以被日本的警察引导来走到最前面，哇，离很近了。天皇大概就是我在这里，他就是在后面那个墙壁那个位置而已，很近。而且连续3年去，都是在最前面。好，那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未来会怎么办？他现在陆海空军的三军司令部已经被美军下令裁撤，改为指挥部，已经没有海军总司令部、空军总司令部、陆军总司令部都没有了，只剩下指挥部。现在的21.5万的兵力，最后要精简到剩下12万人，就是美国就是要把老虎的牙齿拔掉。他现在为什么不可以有司令部？司令部在发号司令，你不可以发号司令，你只可以听我的指挥，听我美国的指挥。美国军制政府入台，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人员要撤退到金门、马祖，还有福建的平潭岛。还亲中华民国的去金门马祖，亲中国的去福建平潭。为什么要去这里？老共是在讲的，他们都已经跟美国有默契了。哦，对哦，跑去台湾的那个1949年逃难到台湾的那些，都是我中国的那个人民嘛。啊，这些人台湾地位正常化以后，他不可以。因为他们是等于是强行偷渡来台湾的嘛，他们是武装难民啊。一般的难民都是像两伊战争，他们都是逃那个难民都逃到邻国去，请邻国庇护，过那个边界绝对就是没收武器，啊，如果有武器就没收，啊，你看这他可以进来，我们就保护你，要很谦卑。结果他们来了，哦，炸刀、炸枪、炸炮，台湾人一阵都剑摆都拢缴械，拢无武器啊。当然无法度动啊！啊，美国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来。好，你在台湾已经68年，受到美式的民主、自由、法治的思想熏陶，哇！你这些200多万的、快300万的中国人要。我要把它接回中国哈，哎，到好几都不同的省份，到处都回去的话，都在那个地方星星点火，哇，我中国那个共产党马上被颠覆掉，哦，那个自由的种子、法治的种子到处在冒的时候，用别塞那个规矩来，
我弄个特区，平潭特区，通通先来这里，在这边等于集中营看管，集中看管，你莫去钻中国二十几省去搞啊搞乱，伊还搞啊散布自由的种子，哦，就统一管理，表现好，观察三五年，你表现不错的好，你才可以回去你的故乡，才在那边先筛选一次哈，哦，OK。好，这不是假的呢。海峡号平潭到台中港的2011年的11月30号就开航了，航程只有3个小时，这是首航的典礼。好，那么我们再看台北港，哦，海峡到台北港就是在观音号，有一个台北港，这个比较近，只有2.5个小时啊。平潭到台北航线首航 ，OK。那这个海峡号哦，它的可以载760名旅客，可以载240辆的小客车啊，估计2013年运量可以到18万人次哦。这些，而且上面联合报的电子报自己报道，台中港虽然比较早开航，可是台北港的运量会比台中港高，为什么？给那个双北市哈，台北县跟台北市都是中国人比较多，中国城嘛，哦，所以他们的运量当然会行李也大了嘛，哦，那么为何美国说台独代表战争？哦，啊，这咱听着第一个听着讲啊。台独阿强要安排，还是我们会错意了？是美国要打我们哈，哦？来看清楚，这是美国的副国务卿佐利克，哦，他在2008年那时候5月13日，中平治的香港那个的消息哈，哦，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日前在美国国会的众议院的国际关系委员会的美中关系的听证会上明确表示，让我清楚地说，台独代表战争。作为美国副国务卿一级的美国主要官员，这么率直地把台独与战争挂钩啊，紧密的挂钩，这在过去是极为罕见的，哦，好，我们再来看他下面要怎么说。他说，这是因为让我把话说白，独立意味着战争，这意味着我美国要出动陆海空军，还有海军陆战队四大军种来台湾，来打台湾。这是何等的严重？为什么美国要这样做？好，我这边解释一下，台湾现在还有两个主人，啊，第一个是拥有所有权状的日本天皇，好，他因为打败仗没有现金赔美国，所以就把台湾的这个所有权状，等于说暂时这个战争债还没有完，所以战争抵押在美国的手上。就好比方说，我们有一块土地，我们去跟银行借钱，我们的那个土地所有权状是不是设定抵押在银行手中？可是没有办理过户啊。美国虽然握有台湾的主权，但是握有不代表拥有，搞清楚，主权还是在日本天皇，只是暂时因为战争债还没有还清楚，暂时抵押在你，让你握在手上，可是上面的名字还是日本天皇。好，这样清楚。那你台湾人，你只是日本天皇的臣民，那你要造反啊。第一个，你战争债没有还，美军肯不肯放走？所以美国不放走，他才会说要出动军队打台湾。你如果宣布独立，他马上派军来攻打台湾，占领台湾。好，那第二个，如果美国答应，那你还要问得住日本天皇同不同意让你独立出去啊？当初日本也是死伤一些军舰还有海军人员去
打中日甲午战争，才赢到台湾澎湖这块土地。哦，啊、你都不讲说以前人家是怎么辛苦得到台湾跟澎湖、啊哦，所以就是这样，台独代表战争是美国要打台湾，哦、是这个原因、哦、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先讲到这里。好，明天有时间，好，明天早上七点半我再继续。好，谢谢各位，下课。各位同心好，我又困啊，往后三点五点心也当用，谢谢。各位同心下课休息，然后外面餐厅有点心可以用，谢谢。肥皂处理啊，对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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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
我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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